我今天在立达的餐饮班负责洗米、切菜和扫地工作。我今天会搭公车，从立达搭六一，会搭七四就可以回家了。我会唱歌，唱华语歌。我会拍照，因为立达以前有摄影社老师教我们拍照，拍照很好玩。因为我出门的时候会带手机去拍照，会拍风景。我会看八点档，看到黄志远跟陈美凤